峰啊，我们不都是成功负担吗？你咋回事啊？我咋回事？我能咋回事啊？不是，你是不是该他小灿说的该你了？咋回事？到你了？对呀、啊。那我啥呀？那我啥呀？不是刚才说你打的赌说对吗？你不说呢吗、啊、要不是我俩完事儿那样完我这样对呀、啊、对呀、啊、完事你说的完事从那边不管过那个老爷们儿第一个不管是谁完都是你家未来老爷们儿你说的吗是我说的呀、啊、对我也要到那个神奇的山洞里看一看。哎哎，别别别，山洞有啥？我小三没啥，你不能去，对，你不能去。停。我明白了，你们四个人合着伙坑我呢，是吧？没有没有啊，女儿国红高粱唱两出假戏，想看我真笑话呢，是不是？没有，说别的没有。你俩闭嘴。你俩咋回事儿？你误会了，你俩听我讲，是不是闺蜜了还呀、啊哎？我跟你说哈，你真误会了，咱们是亲闺蜜，你知道吧？但他俩确实是想，你看你笑的，你看他笑的，他俩确实是想看你笑话，但我俩不是，我俩认为这是一次机会，你知道吧？机会。对呀，咱这不都是单身吗？咱小区就咱仨单身，这不大家都知道吗？哦、你知道吧、哦？单身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夜深人静自己睡个觉，旁边没一个人，心里多闹心，还不能跟人说，说了没人理解。咱今天不说这话题哈，我跟你说，我们觉得这是一次机会，所以我跟小明儿就决定了，就给你推苦海里去，对，推哪儿去？推火坑里去，推哪儿去？就给你推出去，你知道吧？这就是万一这是个机会呢？万一咔嚓来个大帅哥，是我和小明儿都喜欢的呢？对，万一来个绿豆，你瞅对眼了呢？对不对？这是不对吗？我咋感觉这么凄凉呢？哎，不能那么想。来人了啊！来人了。哪儿呢？来了来了来了！看看看看看，妈呀，是个男的！哎，别别别别别，男的男的多呀！哎，男的多呀！哎，不行，哎，这人不行，这人不行，别过来，别，这人真不行，别老不行，哎，小伙子，上眼。叫什么名字？随便。随便。那我以后是叫你小随呢，还是便便？你稍等、啊。您刚才说什么？我说，我当你女朋友可以吗？啊？我没懂。三千。再说一遍。我说，我。你呀、啊，也行、啊。我跟你说，这是你、啊、是他。你呀、啊，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又做我的女朋友，好啊。他说好，我有房有车有存款，我不用你养。真的、啊，太好了。别等一会儿，这太着急了啊！我想一想啊，我想一想，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刚才走在街上，在人群当中，我看了你一眼，你就要和我处朋友，不是不处不行是吧？这个事儿太大了，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怎么着也得问问家里人的意见。你放心吧，伯父伯母会喜欢我的。是你长得这么漂亮，我爸妈肯定特别喜欢你，但是这个人的意见也很重要，我媳妇儿。你媳妇儿。媳妇儿啊，我要。那我还有必要跟你处吗？演得太好了、哎，太有才了，多亏了位置啊！
哎，媳妇儿啊，每年这一到光棍节，你总是雇这么个女的考验我，这又不是愚人节，有这个必要吗？哎，你今年整的有点大，这还有群众演员啊，你花了多少钱雇的？我今年这考验算过关了吧？妹妹，有血你就喷吧。凄凉啊！凄凉啥呀？这人我认识，张总。那你咋不早说呢？说你呀、啊！真是你不早说。我想说呀，你们横扒拉竖挡不让啊，人家还有女儿呢。啊、不是你不早说，你这不玩我们呢吗？你这不玩小黄了吗？是我一个人玩吗？你们玩的不也挺开心的吗？这嫌弃我没玩，你们都停吧。啊，玩我的都不是人，啊，是命。